欢迎回到华语新闻。政府捎来了好消息，决定把 B40 群体健康检查计划 BRCA B40 的受惠群年龄限制从50岁下调到40岁。卫生部部长纳杜斯利苏基菲里解释，今年四月推行的健康检查计划所准备的拨款是1亿令吉，对象是80万人。可是目前50岁的参与者人数只有40,119人，和80万人的目标还有一大段差距。因此，内阁同意降低受惠年龄到40岁，让更多低收入群获得健康检查和提早治疗。他今早在彭亨淡马鲁出席我的肝榜健康活动开幕礼后，通过媒体呼吁民众善用政府提供的健康检查便利。